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因为我们礼拜二办的那个骗人路活动到今天十二点已经截止了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开始来抽奖。那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直接抽奖吧。来，那我现在把那个镜头转向那个抽奖的页面。然后今天的话总共会抽出一位，那我们就开始按抽奖喽。好、哦，那恭喜吴尚恩大大得到这一支抽奖的骗人布公仔。然后来，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前面。那这一次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就是下个礼拜即将要抽的公仔是这一支，这支很漂亮的爱丽丝。是我在下个礼拜二的影片会po出来给大家，就是我刚好在益民商圈那边打到这一只这样子。哎、啊，因为这一只的话，我在之前在日本出去玩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打到一只类似的，它应该算是再制版，就是后面换了一个动作，然后再做出来一个造型。哎，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夹到那一只大概的样子是怎么样，大概是像这个样子。然后我让它转一圈。好，那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啊。可它的模式只是它的剑是插在地下，变成说举起来这样子而已。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下个礼拜的抽奖活动哦。啊，还没有订阅阿龙的，赶快订阅阿龙啊！你要想要得到更多的讯息，或是你想要关于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阿龙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那我们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